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十月初三，旧历九月初五，欢迎收看《早起新闻》，我是蔡佩莹。日南澎湖跨港大桥意外搜救作业已经是第三暗第二暗暝，有伫抢哩，今日天光进前来抢通临时的航道，国军弟兄来透明进行水下切割的作业。目前也阁有一位菲律宾籍的义工也被吹到，搜救的进度是比较有问题。在八点外，百外的菲律宾的义工来到事发地点，点到蜡烛，做伙来祈祷。暗时，百外的菲律宾籍义工面色凝重来到事发地点。Show compassion to your people and their sorrow。新妇修女带领之下，徐国勇部长也来参加。每一个人提光明的蜡烛，诚心祈祷。一场突然发生的意外，造成天人永隔，经历两天的悲伤，现在得到释放。都是很难过，早上看到他们这样，是都很难过的啊。还有一个，我们最难过是还有一个还没有出来啊。神父都会在他们身边，修女也是一样，那也给他们一些需要的协助，比方衣物等等。那因为他三层楼高的船挤压成一层楼，那最狭的地方被挤压成只有十几公分，所以潜水人员要进去是极其困难的，所以还没找到义工是不是在里面，然后我们在那尽全力在处理哈。好，潜水 OK 了吗？尽量白色的先。每日时间暗时继续找找人，搜救人员接力上阵，24点钟全力找找。海军300外的舰力也来进击，就由作业平台同步进行水下桥梁切割进步，希望较紧开通临时航道。哦，那试航的应该我们是希望越早越好啊，也许明天一早你们就可以看到试航哦。那我们当然如果能够更早是更好，我们希望能够赶快让我们这个南方澳所有的渔民朋友们哦，这几百艘的船能够赶快出海作业，这个牵涉到他们的生计。根据交通部组成的专案小组初步调查，这个航港局跟港务公司在过去并未曾主动检测南方澳跨海大桥，那有疏失是事实，我们也会就责。现在继续进行搜救和线路工作，针对其他16座同款由港务公司管辖的桥梁，交通部下令以后3个月要完成检测，提出改善计划，安定社会民心。台新闻消息节简元基纪念报道。南澎湖大桥来倒去意外当中，不幸罹难的外籍义工的遗体都送入火葬，组织志工来制作简单的牌位，为身在异乡的因来作念祈福，庄严丧行。遗体塞入米热人室，组织志工在边啊作念，伤心的家属甲朋友早就伫遮等待。表弟有打给我，但是他的哥哥死掉了，说可以拜托一下他哪里人，是我们要来这里看一下是真的在这里，在这里。结果是现在还不知道是他的生的。哭甲无声，组织志工互为关怀。在南澎湖大桥崩塌意外当中，罹难失踪的三位菲律宾义工，拢是因的朋友。简单的拜会阁灵堂，19位组织志工来助念，要替在他乡的因庄严送行。昨天我们就开始晚上呢，就发布信息，请我们的组队呢，赶快呢，随时准备待命。只要是我们讯息到的时候呢，马上大家就穿起蓝天白云，一起呢到福原来关怀我们受难的罹难的这个朋友。拿着乌合伞，将牌位送入来灵堂，传统的礼俗一点啊拢袂当少。组织志工尽心陪伴，要予往生者最后一程行到圆满。台新闻柯信志宜兰报道。
这个意外今年移工受伤被送到病院，不过咧因未晓讲中文，未晓讲英文，只晓讲印尼文，边专家医护人员沟通咧，组织职工较紧来找职工刘世超，伊捌咧印尼工作四年，但经过组织职工急诊的翻译，接到电话时，家里环保站的蔡恒进菜，伊较紧赶往病院关怀，递上一位文件，而且来接送印尼移工乡亲做回去。等一下，老板会。救命关头，一刻都袂当耽误。朱姐志刚开车送印尼移工，赶往病院探视受伤的乡亲，帮倒伫咧病床顶，志刚来讲印尼话，移工甲医护来沟通受伤的情形。这些印尼移工哦，说真的。在他乡都不知道啊，路途怎么走？那我们这些师兄啊，那洞门师兄啊，很用心啊，帮他接回南湾澳跟万一五幺哈，还会等我们就是把他接回来，照顾他的朋友啊。长桥事件受伤的义工来自四爪哇，太太跟两个幼囝，全靠伊走渔船的工作。他乡小瓦口。情如亲人，志工陪伴买好食物，义工要守伫咧东乡的病床边啊。而其他被救上岸的义工，衫裤全缀着船沉落水，志工将罗东小学站以及东山小学站收集二手的衫裤，送义工来换洗。然后帮助的他来问我说：“师姐有没有就是衣服哈、协助一下？”他就是我说可以可以可以，那我就马上赶快再联络我们就是在整理洗衣服的师姐哈，看有没有适合他们穿的衣服这样子哈。那师姐他们也在互相联络。组织服务中心的物资补给，国军兄弟接力搬运。军民同心联手来救灾。大新闻郭金宪、陈敏雄、林淑宇、宜兰报道。诉求警官透明来做一个代志嘞，即上届建设温暖的后盾是组织职工，并在修理现场来即随时提供消息音频，为诉求工作警官补充体力。爱是上届大的精神力量。天色渐渐啊变暗，搜寻的行动更加困难。海上也传来油的臭味，救护车在海岸边待命，随时急救。有啦，在这边。有。一趟一趟的日时补给，就惊灾难现场的工作人员会枵会忝。这一暝，因无眠无休，组织服务中心变作了深夜食堂。阿四，你刚刚讲话到什么？好啊。阿四，大家吃寿司。好啊。要去吗？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好，晚安。阿爷接力，默默无旁。意外第二天透早，另外一个团队的志工已经替工作人员准备早餐。200个面包，还有。我朗咖啡、豆奶，其实现在天气很热嘛，所以很多人都需要茶和喝水，所以有订了十箱的矿泉水。前方车辆请向右避让。也个外籍义工失踪，港乡的朋友在海岸边心急等待。但又个传出去找到遗体这个歹消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气氛愈来愈沉重。还有人还没找到，就表示还有希望。搜救的精神持续努力，志工是温暖的后勤支援。台新闻宜兰报道。在北大西洋的葡萄牙宿地亚速群岛，在车里有一级飓风罗兰所影响，受强风大雨，造成着停电、路树倒去这些灾情。在布花有几个公尺高的海涌，在海边的船还有火柜是一动都西湾。罗兰所飓风有时速150公里的风速，相当于中度风台的威力，受惠人口大约有25万的亚速群岛，来带来大风影加一个风雨。沿海地区的是真乱，加在无人相帮。接下来罗兰所继续向爱尔兰来进行。
在越南首都河内，最近几天空气品质有问题 ，PM2.5 竟然超过了300，是又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等级。当地政府发布空污警告，希望民众减少户外活动。驾车走路，这些司机拢用手按着这些嘴，即知影讲空气品质有偌歹。根据 WHO 所定的标准 ，PM2.5 未当来比十微克也阁大，则袂危害人体健康。不过，离荷兰的指数超标38。当地最近雨量少，加上着农民火警，使用燃煤来发电，拢是予空气品质恶化的因素。金门组织之间结合着来自台北北区的组织经理会成员，每年2次在金门举行义诊，这一摆为教育机关来服务，因为医生看到青粉人是容易有情绪的影响，需要家长之间甲医生来合作。虽然讲爱出来将囡仔来一个饲伫诊疗椅顶头，不过家长表示，佫唔敢也系诊疗椅，因为囡仔的健康非常重要。坐好，坐好，坐好，乖，你好乖哦。初次见面一直改过咧，心情障碍症要稳定不容易。医师比较有经验吧，所以他们在看诊的过程中，其实都懂得安抚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比较配合度会比较高一点，这样子。我们的那个原生也是第一次来到福田这边，好，那我觉得这些来的情况还蛮好的，大家一起都融合在一起，这样 OK。目睭看袂清楚，医生袂晓表达，透过仪器来做判断。对，还要再开。他说他的视力整个，他那个视力可能没有了。齿科诊区，耳生的妈妈请大家协助，家己嘛看一个固定囡仔身躯。也是很舍不得啦，看到他这样子，但是为了他好，还是要狠下心呐。因为真的牙齿对他健康什么都很重要。哎呀，没有好的牙齿，你吃东西什么也是会影响他以后啊。每一个大人双手出力，口中却不断为囡仔来加油，圆满任务，家长上该安心。我也觉得实际师兄姐真的蛮厉害的，就是能够去找到这个社会的角落，需要真的我们去服务他的。大家都是用耐心去关怀他，然后就是一起帮忙，那协力把他的这个牙齿呢，不管是洗牙或是口塞，对，那都是把它做到一个一定的程度，那让他就是安心的做完疗程，所以就很圆满。台新闻张长娥、张义川、林泽珍、金门报道。新乡组织之间在社区来推动资源回收，每礼拜邀请住户参加分类。有一挂志工的身体虽然有一挂病痛，不过也是来参加，希望讲环保会当来落实在社区每一个家庭。沈阳华清源环保站每礼拜固定一工做回收，附近的居民也将分类好的回收物带来现场。非常的赞叹家人们能够在家里头，能够就是把资源带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分好类，然后大家再统一整理，归类。在外围的志工，开在小小的空间做分类，包括了铝箔纸盒也加开详细来处理。隔着布袋的马小秋，只要身体也会康，拢会来到现场帮忙。做环保做的大汗淋漓的，太欢喜了。垃圾不落地，沈阳更美丽。大北户做业务陈月兰，接受过几下届年间抽所的伊，希望也会当会地球来尽家己的一份心力。心里高兴，一直做下去，尽我所能做到我最大的努力。分类以外，志工在回收物内边看到无派去的鞋啊，也做了另外处理。留着就是哪位家人需要感恩服啊，或者我们那个有幸福的师兄师姐哈，都可以带回家。这就是我们资源的再利用，也是上人讲的延长他的物命了。志工的带动，叫起了社区民众环保的自觉。背后这些生活都是在每一家每一户。台新闻李立新辽宁报道。
开学一个月了，厦门主席之间也来进行着做学生的家校拜访。这一摆关怀的拢是东安一中的学生。这个学校的这主席资助清寒学生15年，之间每一摆一铺风丝，拢会带动囡仔用行动来感恩，希望孝顺之心也会当陪伴因做回成长。新学期刚开始，厦门朱姐志刚展开助学生的入户家访。18岁林伟豪，爸爸王兴，妈妈改革，自细汉甲阿妈相依为命的伊，第一次用实际行动来尽孝。头一道吼，孙阿洗脚，感想安怎？真满足，真幸福。啊，咱以后若冬天到的时阵，就经常帮阿妈洗洗脚吼，唔是洗这个尔。哈，是。怕歹势，林伟豪从来无表达过对阿妈的爱，这个贴心的举动，让阿妈袂记了家己一个照顾孙的辛劳。想不到我这儿孙会给我洗脚了，真是。阿妈说真幸福啦，伟豪，你幸不幸福？有没有幸福？哈，最幸福。接受一体帮助以后，唔忙伟豪以后呐，有能力的时阵，然后伟豪走出社会，回馈社会。回馈各个人士对伟豪的关心。志刚这次拜访的多数是东安一中的清寒学子吕清鸾，甲破病爸爸伫厝。伫志刚的鼓励之下，第一次为爸爸来奉茶。不用，你儿听话就很好。只要听话，他自己很努力就可以了。因为小幼稚无法度工作的吕爸爸，慢慢讲出家己的心愿，期待两个查某囝大汉，卖当将志刚的这份爱传出去。女儿都很听话，他们也感受到社会的关注。希望女儿大了找一份好的工作，也可以出去帮助一些别人嘛。志刚送上助学金，希望这份关怀陪伴囡仔因伫个求学路上稳步向前，嘛会当伫个学成了后化作回馈社会养分。大新闻曾美玲、王惠娜、张新良福建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大部分侪云好天，只有东半部山区、中昼过后西半部山区，也佮有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透早暗时袂伤凉，只是有热的感觉。高温31到34度，中昼前后紫外线指数偏高。今日透早5点，离马祖有浓雾，能见度无到200公尺，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指标中部马祖、澎湖、金门是甘麻色的提醒，北部分加南，还有高屏是红色警示。咱来看卖温度预测。风的患者拢知影，讲爱较少食高嘌呤的物件，亲像是海产、豆仔类，也是火锅。根据着研究发现，讲含糖的饮料虽然是低嘌呤，不过也是引起痛风的原因。研究发现，每天能饮2杯以上含糖饮料，直接着痛风的风险增加85%。陈先生是痛风患者，豆咖大拇指关节肿大。鞋啊，拢穿袂落去。痛一届、两届、三届都一种。什么款的食物容易引发痛风？民众拢有概念。像海鲜、虾子啊，还有豆浆之类的。比较含高嘌呤的东西。喝啤酒。那你自己有痛风的经验吗？没有。研究证实，吃过量的内脏、海鲜、啤酒、高嘌呤的物件，会提高痛风的风险。但是，阁有一种是低嘌呤，嘛甲痛风息息相关，都是含糖饮料。基本上那像那种
有糖尿病，一天至少两三千 CC 跑不掉。一天喝两三杯的人真多，医生证实，每天喝两杯以上含糖饮料，痛风的几率会提高85%。使得我们身体里面产生比较多的酸性的物质，那会使得我们的尿液也会比较容易偏酸，那这样子就会使得这个痛风的代谢在尿液里面不容易排出。还有台湾夏季的水果糖分也很高，一不小心就超标。西瓜里面它这个有很高的糖分，芒果冰啊可能大家都很喜欢，那可是它对于这个糖分的摄取就不是那么好。对痛风的患者来讲，医生建议卖零含糖饮料，水果爱适量，一天至少喝3000CC 的水，减少痛风发生的几率。大爱新闻将全国之中台中报道。阳明大厦最近来一个研究发现，将近三成中高龄的民众每天走路无到10000步，假日更加无到3000步，这得到失智症的机会增加50%。专家建议，若是每天会当比过去加行1000步，身体衰退速度会当来减少19%，行动力减缓的风险也会当降低23.5%。锁定肌肉、扭筋骨，也是带狗仔做伙跑步。超过50岁，因将运动看作日常的必要。下午就是走个3000公尺，大概30分钟左右，35圈左右吧。这边呢、啊，小场地。吃完饭还会来这边散步。运动场走5圈，但并不是所有中者拢甲因同款。阳明大学用3年的时间，以穿在身上的健康装备，调查500位50岁以上民众的生活。发现走路习惯会当分3种族群，上会晓行的暴行人，追踪一年了后，身体衰退速度甲体脂肪提升的风险拢会减少。但是将近30%的人属于河马型，失智症风险颠倒提悬50%。第一种跟第二种其实相差没有太多，也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万步？那不见得。但是维持平均每天都要动反而是比较关键的。另外也提醒，肾并不是代表健康，体重过轻颠倒容易影响身心的功能，也是出现骨头受伤贫血的问题。到了比较稍微中晚年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你的活动力、体力会不会失能、所以这个事情反而是体重跟肌力的效果还比较重要、比起单纯的追求瘦来得更好。也就是讲，该注意的并不是体重计的数字，颠倒是体内到底是脂肪还是肌肉。专家表示，民众穿健康的装备会更加积极来运动，记录也会更加明确。所以建议找一个方式来记录生活，对当变成促进健康的第一力量。台新闻林义婷、李明华台北报道。僵直性脊椎炎在这个初期会出现到后背痛，早起起床的时阵，身体真硬，常常就是运动伤害或者是姿势不良来耽误病情。医生讲咧，那是这个你倒咧，要是休困过后，要是身体真痛，甚至更加严重，都要注意。因为很痛就起不来了，就算你翻也翻不了，因为这边也在痛，就不很痛。下面上面。对，所以我只能趴着睡。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每天跳到流目屎。余小姐20岁左右出现僵直性脊椎炎的症状，吃过筋骨、治疗各种民俗疗法，一直经过10年才确诊。因为这项疾病常常被当作是运动伤害，或者是姿势不良。不同地方就在于，这种发炎性背痛，它在休息之后反而是会更加剧。尤其会僵硬感或是疼痛感会加剧，那越活动反而是越舒缓。往外画圈，脚尖都一直指向天花板。即便15分钟，每天做2至3遍，进行这种亲像瑜伽、皮拉提斯等等伸展、拉筋、核心运动，搁搭配药物的控制，80%以上的患者拢会当有效控制病情。特惊患者拢无爱叮当，上尾后技术局病低心。运动加上吃药就比较好了。脊椎粘连这个状况。那另外就是周边的关节发炎，尤其是髋骨，那髋骨受影响之后，其实髋骨提早退化或变形，心血管疾病风险是增加的，骨质会流失。医生嘛提醒，一旦出现早起身躯顶酷酷，脚趾片下面痛疼，持续3个月就要注意，可能是僵直性脊椎炎，要赶紧就医，避免耽误病情。台视新闻杨韵慈、叶玉玲台北报道。
祖先艺术联展有十二位艺术家共同响应捐出画作。第一摆参加的陈佩瑜，捌到社区服务老人，也佮有感情病人，了解陪伴的重要，所以将感受画一笔作品，要来帮助弱势。繁麻的布啊，打底啦、啊。打底啊，再上颜色。详细讲解画图的过程，画家蔡瑞山将南山部落的人情故事用水彩笔来呈现。伫个慈善艺术联展顶头，捐出两百个作品，希望会当帮助弱势族群。画家就是微博的那个，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带动，像企业界啦、吼董事长的老板。同款将温情画入作品内底，画家陈佩瑜伫担任社区志工的同时，领悟到陪伴的重要性。我们人就这么需要被陪伴，那什么是真实的陪伴？我不知道那个原因，但是我很喜欢用画画去找答案。挂彩剪花今年是第五年举办慈善艺术联展，这次以故乡的美甲先作为出发点，互助人甲受助者伫个社区形成善的循环。我们把家乡跟社区可能做一个连结，所以当如果我们用一个美的眼光去看它，然后我们也看到它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回应这个需要。今年有十一位国内画家捐出总共二十件作品，画展会持续展出到十月十三号，邀请。请社会大众做伙来欣赏人马，为台湾的弱势族群尽一份的心力。台新闻邓应中台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早起新闻，将时间交主播佩玲。你好，我是李佩玲，欢迎你加入这一节的国语新闻。港澳大桥坍塌的第二天呢，陆续找到了五名失踪的外籍渔工，不过呢，目前还是有一位还没有寻获。而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在昨天视察这个搜救的进度，对于罹难者将赔偿500万元，协助办理的后续。目前呢，是由专业的团队全力搜救，希望能够找到失联的渔工。南方澳大桥无预警坍塌，经过连夜搜救，陆续找到五名失踪的外籍渔工，救难人员持续接力下水，因为还有一名渔工下落不明。交通部长林佳龙一早到现场关心，并表示将以500万元对罹难的外籍渔工进行赔偿，但这一刻再多的赔偿金都不是重点，只要把人找出来，我其他我对我渔工的家属我也好交代，我其他这不是重点，其他猜的这不是重点，问题是人心找到，好不好？先救人要紧，我们还是很希望有奇迹可以发生，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帮助我们。情绪积压已久的船东焦虑的守在岸边，表示自己和员工的感情就像家人一般，如今生死不明，实在难以和家属交代。都是朋友，说实在话，没有，不然我说实在，我不会那么急着要找人出来。我到从昨天事情发生到现在，我都还没睡觉。交通部承诺要把人救出来，但水下作业没那么容易。救难团队已经将周边杂物、油污清理干净，但受到涨退潮影响，增加了船体拖拉的困难度。这一艘因为压得非常的前面哦，非常紧，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工程人员是说有没有机会把它往里面拉，往岸边拉。岸边呢，就有可能往前，再往前或再往后就可以拉出去。我们的潜水人员呢、啊，下到水面下哈、哦，去录影，啊、哦，所以我们可以判断目前的船只的状况。好，那这样来行驶脱掉的时候也比较安全。整个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小时，除了国军进驻，还有民间潜水单位投入搜救，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大爱新闻萧志杰、简元吉依然报道。至于这个南方澳跨港大桥的坍塌意外呢，不只是让台湾人震惊，更是重重的打击了当地居民心中的精神堡垒。它呢不只是一座观光地标，更可以从它的发展看到南方澳的历史变革。居民口中的骄傲，在10月1号上午无预警崩塌。这座跨港大桥没有特别命名，大家只管叫它南方澳大桥。它就是南方澳居民心中的故乡形象。南澳这个地方是，有渔港、金港，还有那个上港都共用一个出海口，站在上面，就像一个地标一样，就可以来讲前南方澳的故事。绕了一大圈，然后载了很多的水泥了，那种。消波坏了之类的哈，然后才进到这边来建筑。对整个南方澳的交通来讲，可以说是影响非常的大。
为了配合台湾十大建设，苏澳港堤防的建制，1976年政府为了工程运输方便，建了驼背桥。当时渔船小，所以做的不是很高大，主要让卡车通行。而后台湾兴起了新的渔法，叫做拖底网，船身铁壳建造，可以比木头延伸更长，船只变高，造成渔船容易撞到桥墩。后来才在1998年完成了南方澳跨港大桥。那全长大概是140米。吊绳刚好有13条，所以后来有人附和说这个叫做一生一世。要上桥之前呢，觉得这个桥太漂亮了，所以哈、上去都不穿鞋子，鞋子都拖在桥头那边，然后用赤脚走上去的。跨港大桥已经使用20多年，居民对这座大桥怀有很深的情感。交通、观光、感受，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忽然间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这座南方澳的地标提前退场，它贯穿交通与发展历史。居民说，回忆是美好的，会正向看待未来新的起步。台新闻梁家明宜兰报道。屏东垦丁的猫鼻头外海经传了潜水客的失踪意外，包括了一位教练跟2名的游客，三人是在潜水之后呢失踪了，而海巡立刻展开搜寻，昨天晚间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先救起了阳性潜水教练，送往恒春的旅游医院急救。海巡队员不断在海面上来回搜寻，3名潜水客2号上午9点前往猫鼻头外海下海深潜，预计10点结束，但船长却迟迟等不到人，赶紧向海巡求救。那目前我们已经派遣了3艇7车25人。当时40多岁的阳性教练带领2名分别50多岁男性和30多岁的中国籍游客下水。刚开始海象正常，但海流变化大，三人失去音讯。海巡队员与搜救单位现在积极搜寻这3名失踪的潜水客。由于吹偏南风，目前整个搜索范围已经扩大到鹅銮鼻灯塔附近海域。扩大搜索范围，搜救人员得更小心强劲海流。但是夹角就是突出嘛，所以海流到那个地方它会特别的强烈。啊，因为地形的问题啊。如果是天气更恶劣的时候，那个地方更要小心了。搜救人员不放弃希望，空勤总队也出动空侦机，就是希望把握黄金救援时间。大爱新闻郑展玉、萧红树，屏东报道。美国最新的研究发现呢，有超过1/5的大学生因为使用智慧型手机，心理的健康受到影响，进而引发了情绪忧郁。建议民众呢，应该要先厘清对于手机的需求，以降低依赖性还有网络的风险。现代人手机不离身，随时随地滑个不停，社群媒体、新闻、影音平台，长时间沉浸在缤纷绚丽的网络世界，心理健康也慢慢受到影响。滑手机的时候看人家 po 文或什么吧，可能会有影响。因为我是澳门人，所以我最近看到香港新闻，我就会蛮有感觉，然后就不太想滑手机。美国一项最新研究针对3400多位大学生进行手机成瘾调查，发现有1/5的大学生因为使用了智慧型手机，引发心理和生理不适，有超过60%都是女性。当中也发现性生活活跃、对手机依赖度以及出现问题的比例特别高。研究者是认为说，可能是手机的部分提供了他一个性接触的管道。他透过手机，甚至是有一些交友平台的 App， 帮助他可以就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时候，他可以透过这些 App 更容易去找到他想要的性接触的对象。专家建议民众可以先了解自己使用手机的习惯，再将使用情形分等级，依序减少使用时间，就能降低对手机的依赖。像 Facebook、Instagram、Line 那些我其实都不太看，我用手机的时候都是在看我自己的行程或者是定时这种需要用到它的时候。那现在手机其实也真的是蛮多智慧功能的，就它可以帮你量测你平均每周的使用的时间，那你也可以去看这个报告说你的使用时间是不是有慢慢的上升，那做这样的一个觉察跟自我提醒。透过时间设定或是安排活动来分散注意力，降低手机的使用率，才不会让科技冷漠破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大爱新闻吕思萱、李建宽台北报道。慈济教育30年了，有不少曾经就读慈大附中的学生，学成考取了正式的教师资格，回到母校任教。像今年8月正式到国小部教美术的蔡林丽，她呢就是校友，如今换了一个身份回到学校，想把艺术之美教给孩子们。
往下转，下的看着外，对，很好。引导学生用色纸变出一朵朵漂亮的花。慈大附中国小部美术老师蔡领丽不慌不乱、沉稳的教学，其实她今年八月才刚成为正式老师。想要回来慈中教书，其实是为了要回到母校报恩这一件事情，这样，所以我很想要我的第一份老师的工作是在慈中。他看到一大片的菜园，所以他就偷偷采了许多菜回家。时间快转回12年前，大方在台上演出话剧，所使用的道具正是蔡领丽用回收物制作而成。国中、高中都就读慈大附中，当时就大大展现他的艺术天分与乐观。他是一个很体贴的学生，那我觉得最特别是他是一个很乐观的孩子。印象深刻，我是觉得在教室里面或是在办公室里面，都可以先听到他的声音，再看到人。从高雄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就到慈大附中实习，并且考取正式教师资格。在熟悉不过的环境和从前的老师成为同事关系，相互切磋指教，亦师亦友。当老师有个特质是很重要的，如果老师进来是个很乐观的、很开朗的，然后对于学生他是有期待的，其实可以让整个教学环境或是教室的整个班级经营，我想都可以活络起来。他和学生的年纪相近，面对特别调皮的孩子，像大姐姐，但又有老师的威严，巧妙拿捏师生关系。他们的活泼是天生的，然后是天性使然，所以如果你恶意要去打压他的活泼，我觉得是不对的。所以我会比较用多引导方式，让他引出他对这件事情的兴趣，而不是一直责骂他们要安静要做什么。从事最爱的美术教学，蔡领丽希望他在艺术里面学会的事情也能分享给孩子。我最大的希望是让那些原本不愿意去画画的小孩愿意去动笔这件事情，不要让他们觉得说画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美的一定丑的，这个定义我希望可以去破除。从小接收慈中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努力充实自己，再回到母校延续这份精神。他也期待用自己的专业与乐观影响孩子，成为自信又勇敢的人。国际焦点关心美国一架二战时期的 B-17 轰炸机呢，在康乃狄克州的布拉德利国际机场准备要降落的时候，结果撞上了机场的除冰设施，轰炸机瞬间是陷入了火海，造成了至少7个人死亡。轰炸机整架焦黑，而周围呢都是灭火用的白色泡沫。当时在机上有10位的乘客跟3名的机组人员，而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就有状况发生，因此是紧急折返。而在降落的时候撞上了机场设施，意外发生的原因呢还有待调查。而目前布拉德利国际机场也是紧急的关闭当中。一级飓风罗兰索侵袭葡萄牙的亚述岛，居民努力的防灾，做好万全准备。另外呢，看到的是英属曼岛，连日的大雨造成了河川溃堤，整座村庄呢是淹大水了，水流入屋内，甚至是把车辆给冲走，让居民是行动困难。污浊的泥水淹入家中，屋主穿着雨鞋，每一步都激起水花。How long have you lived here for? 20 years in total.Have you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No, there have been floods further down the river, but not here. We've been fairly safe. What's the plan now for you? Clear up. 英属曼岛这个礼拜连续降下大雨，东北部村庄莱克西河水暴涨溃堤，一路淹到住宅区，居民寸步难行。洪水冲走了路边车辆，甚至造成山区路段发生小型土石流。当地政府也紧急将所有危险路段封住。I came over the bridge and I just looked left. It was quite dark at 6 o'clock.And I saw the digger quite heavily immersed in water. 同样在大西洋东岸的葡萄牙亚速群岛，即将受到飓风罗兰索侵袭，预计风速将超过每小时200公里。尽管飓风强度逐渐降低，当地居民还是不敢怠慢，店家也在门口装设挡板。Como isto nesta rua já aconteceu muitas inundações e situações de entrarem água nos estabelecimentos, portanto nós temos que prever antes que.亚速群岛对飓风并不陌生，当地政府已经下令学校等公共场所关闭，所有人战战兢兢，全力防灾。大家新闻张国田编译。
好，这群是海上漂流的难民，利比亚移民为了躲避国内战乱，横渡地中海涌入欧洲，形成了人道危机。而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统计呢，今年已经是有994人葬身在地中海里。 CNN 的镜头就捕捉到了利比亚海巡队要向这移民船来抛出救援的绳索的时候，他们却把绳子给扔回大海。28位移民挤在小小的船只，地中海再浮再沉，利比亚海巡队抛出救援绳索，却被移民丢下海。 We don't want it, this man shouts. 移民拒绝救援是因为获救后就要被强制送回战乱丛生的祖国。The reason that I entered the sea is the situation which is going on in our country. Our country is war.利比亚人为了逃避战乱，前仆后继渡海到欧洲求生。根据国际移民组织，今年9月30号为止，已经有994人魂断地中海。You're all cursing Libya, you animals. 海巡队将船只靠岸，这群移民就要挤进6000人的遣返中心。这群刚从人蛇集团逃脱的少女，想到要回家，不禁悲从中来。They beat us with a belt, she recalls. Then they raped us. Then they fed us.事实上，地中海移民人数比去年减少31%，但类似的海上受难季依然在利比亚的沿海上演。欧盟甚至掏出大把钞票给利比亚，阻止移民潮。There's a lot of politics around this, certainly with governments trying to figure out strategies, situations. But you know,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se are people, and you know, just have to look at what these people are dealing with and ask.但根本问题还是利比亚的内战，一天局势不稳定，还是有人继续冒险渡海。大新闻周不贤编译。好，接下来也是人道的悲剧，奈及利亚的警方查获了婴儿工厂，嫌犯是诱拐了年轻的妇女，让他们怀孕之后呢，再卖掉婴儿来赚钱。而现在获救的19名孕妇当中，最年轻的只有15岁。警方表示呢，三名主嫌当中的两名已经遭到逮捕了，剩下一位还在逃亡。挺着大肚子，用手把脸遮起来，安静等待处置。奈及利亚警方9月30号公布，在最大城市拉哥斯扫荡一家婴儿工厂，并释放19名孕妇。Being kept in those locations, with the sole aim of them giving birth, and those who kept them there are to sell the babies and make money out of it. 重获自由的孕妇中，年龄最高28岁，年纪最轻的只有15岁。警方表示，男婴售价为50万奈拉，大约台币43000元，女婴则以30万奈拉卖出，折合台币约26000元。贩婴集团以提供工作机会为由，诱拐年轻妇女，再用金钱威胁利诱，让孕妇交出婴儿。If I bore my child, that will carry my child, give me money. Or if I decide to carry my child, that all the things that is left for my head, I will pay her back. 这种婴儿工厂在奈及利亚广为人知，尤其东部最常见。贩婴集团甚至想办法催生，强迫孕妇提前生产。The woman checked me now, put some medicine in my private parts. Surgery, labor started to do me. The baby is 7 months. 警方公布，目前已经逮捕两名主嫌，并且正在寻找第三名嫌犯。大家新闻，张冠田编译。Recently, I just became a vegan, not just for personal health reasons.But I've noticed that within my environment, that a lot of, I mean, not just my family, but my environment, we're all eating meat. And we're putting toxins into our bodies. And I'm choosing the route of being a vegan because I've noticed that humans could benefit from not just eating meat, but we could still get our nutrients from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ncluding the sunlight, and we don't need.Outside sources to benefit us in the long term. 加拿大温哥华的慈济人文学校举办了紧急疏散演习，叮咛小朋友们要动作迅速，不过不要慌张，跟着师长的引导到集合地点。老师会带你们练习一次，然后我们不是到楼下去，我们是真的要跑到外面教室去。让学生们熟悉警报声，快速但是不慌张地离开教室。执勤志工迅速在楼梯口、转弯处等定点协助疏散。
什么今天要去演习？因为以防万一，如果真的失火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做。紧急疏散的那个时间呢，总共是3分钟，非常的棒啊！而且呢，小朋友呢都有听老师的话，在最快的时间听到警铃一响呢，马上就把外套带了到外面来。平日演练是为了需要时大家能够镇定以对，也是温哥华慈济人文学校年度必要规划。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柯瑞芬、吴承志，加拿大报道。美国华盛顿州的贝尔尤维市的政府呢，为了要提升居民灾难的应变能力，今年是跟慈济合作来举办急难救助的训练课程。灭火要从火源下手，灭火器的使用大人小孩要学会。贝尔维尤市政府和慈济西雅图支会首次合作开设3小时急难救助训练课程，虽然精简，但包括了个人防灾、消防安全、灾难医疗以及现场搜救4个主题。要预防重大的灾难，虽然也许不是发生在明天，但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会在什么时候，但是学到的知识会一直记在我们的心里。居安思危，人人有责，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从政府到社区，每个人携手将口号落实。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蔡佩芬、蔡朱华、张丽甲，美国报道。慈济在美国北加州持续的推动幸福校园计划，带动弱势的学童触及更广阔的知识。Happy Campus program has different projects. They run weekly, quarterly, by semester and school year. So we do need a lot of volunteers. 每一个 table 一个 number 不见得 exactly the same. 那你就是看他们谁要就平均分一。Every week, we will need around 20 volunteers to help school run the events 4 to 5 hours. We teach kindergarten students 慈济 humanity classes.So the curriculum was designed by a number of volunteers. I'm one of them. The other couple of volunteers actually have teaching background. So they were like kindergarten teachers before 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o they're able to contribute on the material. We kind of decided to do it on theme basis by the season. And that's how we kind of come up with these consistency.Because it's a four put. Other ones that we did is on like 2 minutes, but this is 4 minutes. Yeah. After to watch the video and you know review and ask question. So yeah. So we're done with this one. So that are we on to the next one, right? For the Happy Campus program, we have a set of curriculum team. We meet like once a month. On our Monday's meeting, we will try to figure out what kind of activity we can do with the kids that would reinforce the idea of reduce.And basically the theme is 3R, reduce, reuse, recycle. We want to demonstrate to them what they can use to reduce. 2 as an adult, experimenting, you know, which way to cut the paper will make it fly better.The whole team come up with the idea of reusing magazine paper or newspaper for some kind of art craft, but it will be something fun for the kids too. Okay, I think it takes the time for kids to using their motor skill as well as learn the idea of how to use what we would consider as garbage or trash, but reuse them.Or reduce the trash and reuse them for something fun and some activity that they enjoy to do. So I think it turned out to be a really fun activity for the kids. It was so glad to see the kids also become a scientist, experimenting with different things and see how they play out. Who wants the paper?In here at the Happy Campus, the kids are really great. Some of them are really bright, some of them are really need some special care. So it's a mixed environment. It'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bubble of Cupertino. If you give them the right opportunity and right resources, they can do wonders. 1, 2, 3. Yeah! Wow!
You know, time is probably the most valuable thing that we can give, right? I find it amazing that you guys come over and you give us your time. You really share your time with us. I really want to say, you know, please keep coming. We're not talking about financially. I'm talking about the emotional part of it. I'm talking about the time. That's what we appreciate, you know, and the good heart that Sushi has. Thank you so much. 而这样的一个幸福校园计划不只是针对学生，更扩及到了家长，开办免费的料理课程，推广健康舒适。 At this school, at Belhaven School, there is no PTA, there is no PTO, so there is no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parent.Other than the parent conference. So the principal actually feels that he needs to communicate to the parents, but he doesn't have time. So he said, oh, maybe you guys can be my spokesperson to the parents too and come up with something to involve the parents. We had the responsibility not only educating our children, we had to educate our parents. And that's part of why we do the Parent University, so that they are empowered and inspired to help their children as much as possible.So your parents have all these things they can do to help you be successful. And we're keeping track. And then when your parents... Whereas in another community, the parents have, you know, graduate degrees and speak English perfectly and support their kids at home and teach them, you know, to add and subtract and to read. So the kids really come to school ready to learn compared to our children that come to school needing more supports from us that aren't necessarily provided at home.And so we came up with this idea of parent workshop and also to help the school communicate some message to them. For example, the importance of coming to school on time, perfect attendance, what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can do to help their student at home doing homework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n we come up with interesting things for the parents to do.Sushi has been a popular request. So we're going to put the rough side up, about like 3/4 of the rice. I'm going to put a little bit, like one line. I learned how to make sushi. I've always wanted to learn because my daughter likes it very much. Me gusta mucho como dan la clase ellas, aprende uno mucho de ellas. Yo tenía muchas ganas de aprender a hacer sushi porque a mi hija le encanta el sushi.This is a vegetarian sausage. I cut in four and then cut. I think we made a vegetarian roll today.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for me was rolling it. It got a little messy, but with your help, I managed to roll it up. No es muy difícil, pero un poco difícil es enrollarlo. We promote vegetarian, so we try to promote that as well. Eating fruit and vegetables are healthier, and they should eat more.Normally we always go out to eat and it's expensive, right? So now that I know, I think I'll be making it at home. Through word of mouth that parents have attended our workshop a number of times, we'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to come in and we're getting to know them because I started to see familiar faces. Now they all love going over and learning how to make sushi with you guys and they go, oh, they're making sushi, we're gonna go.So I just find that the energy you bring into the school district, or at least into our school here in Belhaven, is fabulous. Thank you. I like it.
时尚品牌迪奥在巴黎时装周秀出了一系列以花园为主题的服装，模特身穿被野花点缀的衣服，展现了绿色环保理念。希望最后一起来看，也感谢收看，我们再会。